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Dr. Julie 颂爱祈福演唱会更精彩的节目内容。
avec mon nouvel amant.在连续两首来自于歌剧《卡门》的经典名曲之后呢，是不是也再让大家感受到了 Julie 她的热情跟活力呢？确实动静皆宜，不管是静态的、动态的歌曲，她都能唱，都能跳。不过呢，我们刚刚也说了，在场呢很多的嘉宾水准都很高，而且呢都抱持了一颗善心，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也要插播一件事情：有人皮夹掉了，唐文浩先生。您的皮夹在这个地方，不用紧张，在这个地方掉任何东西都能够找得到的，因为大家呢都有一颗善心，不会占为己有。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再回到佛曲的领域了，来继续感受意境深远的佛教乐章。接下来呢，我们请所有的嘉宾以最诚恳的心跟着我们一起念这首 Om Bami Bami Hum。
欣赏完这首曲子之后呢，让我们大家都不由自主的有一股清明殊胜的感觉了。Om Mani Padme Hum 呢，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也是有名的六字大明咒。它是观世音菩萨微妙的心印，而且呢，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悲心、他的愿力跟修持的结晶。其中每一个字呢，其实都有它的丰富意涵，就是代表了法界无尽的修持。其实呢，清朝的云慈灌顶法师他就曾经说过，他说世间极重的业障灾难，任何方法都无法消除，唯有念佛能消除。因此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期望所有的贵宾都能够时时的心想佛、口念佛、身礼佛，为无常的人生修无量的福报。而接下来我们继续请 Dr. Julie 带来这首无常曲。常常会在一个突然的变故之后呢，听到很多人都会有感叹说，哎呀，真是人生无常，人生无常。
而无常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无常是《金刚经》上面所说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因为呢，世间一切万法没有一个是常住不变的。事实上呢，当年佛陀也正是因为感悟到了人生的这种无常，所以才会舍弃荣华出家修道，并且呢，在成道之后以苦空无常的人生真相来开示众生，启迪众生。所以无常呢，也可以说是佛教义理当中最真切的真理了。不过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晓得，佛教呢是最爱音乐的宗教，因此呢，在佛经当中呢，音乐就被视为是至善之境的象征了。也因此今天会有这么多好听的佛曲出现。而今天晚上呢，在聆听了这么多悦耳动听的佛曲之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也邀请到今天晚上这个颂爱祈福晚会所有佛曲音乐的创作人，也就是刚刚大家所看到的著名的原野三重唱当中担任男低音的音乐家王大川王老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王老师来为我们解说一下佛曲创作他这一次公开发表的心情，请给王老师最大的掌声。各位法师，各位长官，各位先修，各位同修大德，阿弥陀佛。王老师呢，大家对他一向的印象呢，就是他是原野三重唱里面一向都是唱民谣歌曲，而且唱得非常好，从小我就是听他的歌曲长大的。现在呢，他做了一个转变，他呢开始写佛曲，所以呢我非常的好奇，究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转念让他从民谣转到了佛曲呢？主持人您好，记得在20年以前，我常写商业歌曲，那是30秒、20秒短短的广告歌曲。那么之后呢，有一位蔡有信师兄，我非常的感念他，就是因为他，而我今天才会去创作佛化歌曲。那么在20年前写了一些大概20-30首的歌，但是我自己心里非常的对于自己对于中国佛教歌曲的定位自己感到非常的疑惑，于是我试着去突破。那么各位在今天节目之前上半场节目呢，应该都听到开经记跟观音赞，这是利用中国调式以及调式和声，那么这两首歌的复调式的一种写法。在我写作这些歌曲之前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海鲜，非常喜欢吃海鲜，尤其喜欢吃毛蟹。所以在创作这些歌曲的时候呢，常常会碰到瓶颈。于是有一天，我就发愿吃素。没想到2-3天之后呢，我的文思泉涌，一切的障碍都消除了，让我很快就把曲子写出来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从这些话当中呢，可以感受到，做一首好的佛曲啊，不是用手写就可以的，是要靠身心灵全面的投入。当然，我们也知道创作不是这么简单的，里面一定有很多甘苦。当老师您写下这些曲子的时候，整个过程是不是也有很甘苦的地方呢？以前非常甘苦，但是吃素以后呢，常常写佛曲会让我感动的涕泪四流啊。原来吃素的效应啊这么的大，
明天开始我也来试试看好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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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今天王老师到这个地方呢，最重要，每个人呢都有一个愿望，写佛曲呢王老师已经在做了，不过我们常常都在问，究竟要做到什么样的境界，您未来的想法是什么，您希望有什么样的一个发愿，把佛曲创造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您才会觉得说您真的对佛曲有贡献呢？讲到这些，在下非常的汗颜，因为现在写佛曲的这个同修大德有很多很多，当然我们写的方式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那么我写的这些曲子只是希望用这个抛砖引玉的方式，希望有更多音乐界的强人能够共同来参与这件事。那么我也希望将来四句偈每个人都会唱，这就是我的心愿。好，听起来啊，其实呢指日可待，因为呢素还是继续吃嘛，那继续就会有好的作品产生了。其实佛法呢并不是这么的深奥，只要大家把心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发挥一些善念，我相信呢跟佛法就会非常非常接近了。其实佛法呢不在很远的地方，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亲近佛理，佛法就在你身边，这样子您就可以抓住佛的手。而接下来王老师的创作就是这一首抓住佛的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聆听王老师的演奏以及 Julie 的演唱。谢谢您，谢谢。看着感觉走，紧抓住佛的手。